但是呢，我们今年呢，对整个直播晚会呢，就是希望哎，不是答案已经知名现场了，现场高手的朋友给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台湾荣耀，让高雄有机会能够举办世界运动会。我们 IWGA 罗浪主席是我们今天晚上左营万年祭十周年的贵宾，还有今天站在台上有六大宗教，我们现在就开始。敬奉上苍，神恩广大，大高雄277万民众将于2010年12月25日恭迎高雄县市国立，在此我们要虔诚之心。恳求上苍慈悲，赐予我们历练的动力，承受考验的力量。我们将以大众之喜乐为喜乐，以大众之苦痛为苦痛，大家同心协力，让民生得以充裕，家家得以安康。我们再次以虔诚祭祖之心，祈求上苍，让我们在气候异常的年代，大自然和平共处，以你所赐予的智慧，面对风沙与水灾的来临，共同努力，将灾害减到最低。更要用爱心抚慰灾民的伤痛，让大高雄可以和乐安居、安心平安。众人齐心祈祷，再次祈求慈悲上苍，愿你的恩典降临，愿在你的眷顾下，引领高雄县走向繁荣。成为茁壮的城市，让大高雄的民众在你的护佑之下，世世代代幸福健康。我们自祈福，高呼元年，福佑万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恭喜上后，祈求人，高雄市市长。陈菊，高雄都委员宗教祈福活动推动小组主任委员黄富仁及大高雄全体民众，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市长。